今天罗哥带你30秒快速逛一次，绝对保证精彩。走，好嘞，24680。嗯，哦，那金剪刀带你剪彩内容。来，各位粉丝，各位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来参与我们科定 A3 今天的开幕典礼。95加满。现在这是我们的车。我让前立法院院长苏家全毛来。网红哦，来加朗塞呢。预告一下，副总说今天真是太开心了，所以每两个月都来一次吧。哪位副总啊？哪位副总啊？两个月一次也可以啊。哦，我们是我说的吗？所以跟你接触来讲吼，感觉收获满满。真的啊，比较会认识一些材料啊。展览馆非常的漂亮，非常的新。后来各位好朋友、喜爱我的粉丝打给我吼，今天吼来家终于落成典礼了，科定 A3 大楼终于盖好了，咱继续赶快。OK， 让我们欢迎 KD 扛把子陆哥 ，Thank you 那边的朋友 ，Thank you。本市馆开幕茶会正式开始。说吧，主播，我们现在为你播放的是我们前立法院院长苏嘉全，苏前院长正在致辞。超量大哥啊，超来吧，当过啊议员，当过立委，我当时在内政部当部长，他在台下啊不执行我啊，不过蛮凶的。哎、欸，下一个换我当然还有我啊 ，KD 扛把子啊，还有我的二哥啊，我们都没建设。今天是我们科定企业最辉煌的一天。也是我个人最荣耀的一个时刻，就是在2029年啊，我们科定的年营收要成长4倍，到100亿的一个恢复。科定 A3 商办大楼，请用剪彩，请用剪，掌声鼓励。恭喜科定 A3 商办大楼正式启用！你以为今天科定启用典礼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我告诉你哦，男人哦最怕有三多，今天要科定有三罪。第一罪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是 A3 新北产业园区最贵又最漂亮的一栋大楼，刚刚动完改21盖的。第二罪是啥？但最多了，所以下面最多，那设计师的朋友总在今天哦，那新北旗舰展示馆哦直接杀了，我要带大家来看。到底有多少设计师来观望产品？来，有看到无？哦，我家超多设计师传一来看哦，像这足够画上空的，啊，像这居家空间都有这样。哦，啊，这足够精彩料。我来讲，设计师顶尖的，拢在咱家新北旗舰展示馆，好你看好了。是李设计师，李设计师，你好。有很多的怨言。最近我知道是你是说一个封面条的问题吗？我们可能过程当中会很严厉的批评与指教这样，但是实际上还会继续用，因为我们就是希望说有好的品质提供给客户，那我们再推荐给客户的，其实是我讲 KD 人家都不会被打枪的那种品牌。很期待磁吸版啦，然后那个跟玉桂我已经下单了。居家空间，然后到我们可以直接看大样，我觉得对客人来挑选材质的话很方便，可以直接触摸到样品，那也可以看整片的样板，对于家的想象更有一个深刻体验。不会，我觉得你们做得很好。啊，如果潮湿的地方哦，对，像这个 PP 板也可能比较荒潮。对，木板的哦，木纹的可能会没错。会有一点瑕疵，因为潮湿的话，所以那个质感觉得做起来非常的舒服。一般来讲哦，像那个门我们在做哦，给它抓3天了、3天的工钱就10000多了，然后做起来的质感有那个3万的感觉，没错。所以给你去抓来讲哦，感觉收获满满，对不对啊？我觉得这边的空间还蛮明亮的，因为有些展示馆我去过，他们都会蛮暗黑的，其实不太看得到材质在灯光下。一般住家其实都是比较偏明亮，在这边可以蛮清楚的看到材质它每个不同面的光泽，蛮符合现代大部分业主会想要选择的风格。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展示馆，我觉得有这样子的展示馆，我相信日后在我们服务我们的消费者的时候啊，应该会有更大的帮助。了解。哎，刚刚还有第三罪啊，我们声量最高的第三罪，带你去看。有那种什么色差的问题、高低的问题，然后或者厚薄的问题。对，我最近修补的蛮辛苦的，好好加油，再黏一点会更好。请问 KD 的美耐板还能用吗？用了必定后悔。出了问题各种说辞，最近看了 K 叉被浇的事件很精彩。为什么 KD 的皮会翘成这样？ K 叉最近好红哦，惨案一堆慢慢浮现。1%的瑕疵不要理它。
挂保证，再有问题，再有问题怎么样？就找罗哥。好的，下面一位。哎，设计师有空常来哦，吼，无论你要带男朋友、老公、小三、小四、小五、小六都可以来哦，吼。哦，是啊，哇，我真正是，今日吼，我发几个地方呢，签名照出去哦，而且有人 take 我的 IG 我啦，吼，我管你有没有 take 你的 IG， 你是公要来我家拍照，怎么还没来？没错，那手出来开箱我家，千万不要，我害怕了。花瓶小宅如何做什么算，都是用特定的产品。我不要。客户都蛮友好的，跟我们提了很多建议。今天是笑容最多的一天，对，把最多的热情给了今天的客人。等一下。我们为什么坐在这里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们第一次尝试在上班时间聊天，还是坐在沙发上聊天，愉快。哎，这有剪吗？会剪。今天恭喜你了，今天这么热闹，是不是100%？对，我们今天访问到一个设计师，你说客数还是，但纵使这是1%的瑕疵，我们还是会努力的把它改善的。没错。哦，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做到100%。没错，下个月我们就有2.0的出现了。2.0，空间调2.0。董事长刚创业的时候，跟副董一起这样联合一起处理这样公司的一些状况，而且有那时候也有瓶颈。说董事长真的很棒，真的很认真努力的一个董事长，你们也很棒啊，你们真的也很辛苦。今天讲的我不知道讲的怎么样。可以，因为我平常比较不正经。